日本 Sony 集团旗下网际网络服务事业 Sonet 继推出排棋 RPG 元素物语繁中版大获好评之后，紧接着与日本游戏大厂 Square Enix 合作，独家取得日本国民 RPG 系列《勇者斗恶龙：怪物狂欢派对》繁体中文版台港澳代理。今天官方力邀《勇者斗恶龙》系列执行制作人三宅友及《勇者斗恶龙：怪物狂欢派对》手游制作人安次领佑太来台欢庆光荣时刻，共同与台湾玩家们揭露本作的开发契机及私房抓怪秘技。此外，金马奖最佳新人奖的郭书瑶瑶瑶也在热闹的活动现场中化身本作游戏角色来与现场玩家互动。台湾 Sonet 董事长永田博丈表示，这次很荣幸为各位带来日本国民 RPG《勇者斗恶龙：怪物狂欢派对》，并持续秉持成为台湾第一大日本手机游戏代理商的信念为各位服务。《勇者斗恶龙：怪物狂欢派对》繁中版即将在台上线，即日起将同步展开事前登录活动，累积登录越多，奖励也越多。有兴趣的玩家们记得上官方网站一起加入勇斗的行列吧。